米苔木算是台东的代表美食，除了知名的榕树下米苔木、老东台米苔木以外，在地人推荐的这家阿咪米苔木口味比较不同。店门口一大锅香喷喷的肉燥，肥瘦相间是主要的调味，吃起来清爽不油腻。主角米苔木口感佳，除了肉燥之外，还加入了台东的特产柴鱼片、锦上添花，多了一份海鲜的味道。搭配一碗同样是台东特产的金针汤，旅行的感觉满满，意面也好吃，可惜碱水味比较明显，主食类的分量都不少，小碗的女生有时候也吃不完。老店的生意不错，被假日客人也不少，外来的观光客还很少人知道，可以抢先来试试哦。